是专门找到人借钱的吗？你个屁呀、啊！你那儿媳妇现在顶多是个拖着儿子的中年妇女，一个离了婚的中年妇女，现在谁要啊？她根本就不敢跟你儿子离婚，行吗？就算她头脑发昏，非要跟你儿子离，人家好歹也给你生了一孙子了，你也够本了。阿姨，你别光顾你儿子不顾你女儿，你女儿今年都三十了，过了元旦三十一，剩女一个，别让她拖着一身债务，连嫁都嫁不出去，当一辈子老姑娘。你说当妈的不能这么偏心。盛美，你也是。难道你真的想头脑发昏当圣母？你想没想过，你这把岁数了，再拖着一身债务，你还上哪儿掐尖去啊？